第十八题，桌面上有甲乙丙三个杯子，三杯内呢原本都装有一些水，可是这些水呢不一定一样多，三个都不太一样。先将甲杯的水全部倒入丙杯，甲倒入丙，这时候呢丙杯的水量，这个时候的水量是原来甲杯里面水量的两倍多40毫升。如果呢我们现在再把乙杯的水呢全部倒入丙杯，乙倒入丙，此时呢丙杯的水量是原本乙杯内水量的三倍少180毫升。如果过程中的水没有满出来，也没有倒不准倒到旁边去，也没有这种情况，原本甲乙两杯内的水量相差多少毫升，我们画个图来说明看看就比较清楚了。这里有三杯水，有甲乙丙三杯水。我们假设呢，甲呢里面的水量是 A， 乙呢里面的水量是 B， 丙呢里面的水量是 C。第一次把甲杯的水全部倒入丙杯，这是第一次。那这时候呢，丙杯里面有多少呢？丙杯里面就有 A。加 C， 原本的 C 再加上甲杯倒过来的。题目说呢，丙杯的水呢是原来甲杯是 A 的两倍多40毫升，两倍多40毫升。好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式子，这是第一次甲杯倒入丙杯，那甲杯就空了嘛，那丙杯剩下 A 加 C。 第二次继续倒，把乙杯也倒入丙杯，甲杯原来倒入丙杯之后，丙杯有 A 加 C， 乙杯也倒入丙杯，这时候丙杯有多少呢？丙杯就有除了 A 加 C 之外又加一个乙杯的 B 进来。他说呢，丙杯的水量是4就等于原来乙杯是 B 三倍少180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两个式子出来。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式子呢相减，假设上面这个叫做第一式，下面这个叫第二式，我们把第二式减掉第一式，这时候你可以发现左边呢这个 A 减掉 A 减 A 没了， C 减 C 没了，剩下 B， 左边就剩下 B， 右边剩下 3B 减180减 2A 减40。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把 A 跟 B 呢通通移到左边去，就变成 2A 减 2B 等于负的220，全部再除以 2A 减 B就等于负的110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 A 呢叫做甲杯原来的水量， B 叫做乙杯原来的水量，把甲杯的水量扣掉乙杯的水量等于负110，表示原来甲杯的水比较少，乙杯的水比较多，而且它们相差多少毫升呢？相差110毫升，甲杯比乙杯少110，乙杯比甲杯多110毫升，所以这一题答案选 B 这个选项。